最近的 Android 手机用户群里面突然兴起一种新的健体记录应用程式，在国外尤其受欢迎。这些应用程式说可以透过记录用户每日的行路步数，并且达到某些目标之后提供现金奖励。网络保安机构 DotWeb 就在 Google Pay 上面找到三款下载人次超过2000万的同类型应用程式，运作模式都好似，除了记录用户的行路步数，用户更加可以观看广告，加速拿到他们所声称的奖赏，而且提款之前又会要求用户看回若干数量的广告。根据他们的调查，这几个应用程式在用户输入了付款方法之后，甚至没有进行任何认证，用户可以得到现金奖励的机会微乎其微。而且这三个应用程式全部都是透过同一个侍奉器运作，由于并没有内置爱意程序，所以目前仍然可以下载得到。除了远程广告侍奉器本身就经常被用在爱意程序的散布，同时广告也都可能指向不同的钓鱼网站。所以如果现在手机有这些应用程式，建议马上删除。